宁静的森林水池，作者阿江茶，慧明录音，法锦出版社制作，法云出版社出版。寻找佛陀，阿江茶对于西方弟子的来来去去特别的宽容。依照传统的规矩，一位新出家的森林僧，在他开始苦行云游以前，必须跟他的第一位师父过至少五次的下安居。阿江茶强调，规律是他修行的主要的部分，严谨的小心的守好出家人的戒，然后学习去遵循寺院的作息和团体的规矩。然而西方的弟子们就如受宠的小孩，在传统上被容许有更大的空间，可以四处参访其他的老师，通常当某人离开时也不会有什么惊扰或惦念。在法的生活中，是当下的圆满的完整的。阿江茶说，对他而言，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。有一位美国弟子只在八棚寺里修行了一年半，就请求并允许去云游，并跟其他泰国缅甸的禅师参学。一两年后，他带回了许多云游的见闻，数月的格外精进修行和一些特殊的经验。消完假之后，他受到如以往的对待。阿江茶结束他早上的法医探讨，给予僧侣在家中的事情处理完后，终于转身询问他，在森林道场之外是否有找到任何新的更好的法。没有，虽然他学习到许多新事物，但事实上在八棚寺里也一样学得到。法一直都在当下这里，等住你来看，等住你来修习。是啊，阿江茶笑住说，我在你离开前就可以这样告诉你，但当时你是不会明了的。后来这位西方僧侣到阿江茶西方弟子中的大弟子阿江苏美多的茅棚，告诉他所有的见闻及奇遇和他的新领悟与对修行的深厚内观。苏美多静静地听住，同时准备住用森林里的某种植物的根所做的下午茶。当他把故事及内观都叙述完之后，苏美多笑住说，啊，很好，不过还有需要放下的，如此而已。然而还是有很多西方弟子们继续来来去去，但他们都亲身体验了这一刻。有时候阿江茶会祝福他们的行脚，但是通常他都会调侃他们。有一位英国僧侣为了寻求完美的生活、完美的师父而犹豫不定，来来去去出家还俗好几次。这个出家人阿江茶终于责备到他的僧袋里有狗屎，因而认为每个地方都很臭。另一位英国僧侣曾经出入于寺院，到欧洲工作、订婚又出家好几次。有一天他正坐在阿江茶的茅棚外，阿江茶便向大众说，这个出家人所要找的是一只有胡须的乌龟，你认为他要走多远才能找得到呢？另一位西方僧侣因为受到挫折的缘故，便去请求阿江茶允许他离开。因为修行和遵循寺院生活很困难，所以这位出家人开始挑剔周遭的环境，其他的僧侣话太多了，我们为何要客送呢？我要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禅坐。年长的僧侣也没有好好的教导新晋比丘。还有你，他谴责阿江茶，就连你看起来都不像开悟了，你总是在客送，有时很严格，有时又似乎漠不关心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开悟？阿江茶对这点哈哈大笑，使得这位僧侣又气又好笑。在你看来我并没有开悟，那是件好事。他说，因为如果我符合你的开悟形象，符合你对觉悟者应有的举止观念，那么你就会依然执着于向外的寻找佛陀之中，他不在外面，而是在你自己的心中。